山菜，看这件是不是还不错啊？赶紧试一下。这个好贵啊！什么贵不贵的？赶紧的，快试试，快！好，这天冷了，你得多买点新衣服，你不能总穿旧的。你看我说好看吧？虽然说你的脸没有妈妈长得好看，但是你的身材好像还勉强过得去哈。哟，怎么下雨了？他不会还在等我吧？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急事，我先出去一趟啊。不，哎，我还没付钱呢。你这孩子，我就一把伞，我怎么回去啊？知道现在几点了？我等你等了都快三个小时了。我又没说我一定会来。愿赌服输，你有什么权利不来？原来是为了跟我约会去买新衣服啊！才799，怎么那么便宜啊？你不知道回去吗？干嘛一直站这等？你那鬼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，我怕你来了以后找不到我吗？又担心你出什么意外，下雨天我都不敢躲起来。好了，我们去找个地方坐下来吧。好。哎，这边了。我来拿。